加油加油加油，龙，好，这次不错哦，这次不错哦，哎，还蛮中间的，不错不错，好，不错哦，哇，哇，这个只有三个彩票哎。好，这还蛮有趣的游戏哦。一个是三枚代币，是15块台币，15块。好，这是奇乐多的游戏。我还蛮喜欢玩这个游戏的，这个叫什么 Digging Saga 哦，这一个。啊，如果说这个我有时间的话，小朋友在玩的话，我会自己玩这个。我觉得这还蛮舒压的。哎，可以帮我插吗？再加一点好了。目标 bonus 是5000嘛，对不对？好。哎，可这一次会不会加太多啊？算，就这样子，然后找位置。赶快往下方好了哈，这样子，然后它一样的颜色可以一次解决。好，哇，我一次加到60把锤子，怎么讲，5块台币是5把啊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这边有这个彩票哈。然后要想怎么样走比较划算，不要用太多锤子，就是一样的。好，这边正好有一样颜色啊，下面这个区块的话，它必须要花2个锤子哈、哦，所以说我们用右边这个，用右边这个就可以就是把一样的颜色清掉。好，再继续，啊，下去之前呢，先把这个同一个地方可以拿的拿一拿，走这个好了，否。好，这样子，好，继续走，好吧，那也只能走这边了，打右边，爆，然后我走到这个地方呢，它上面这个怎么讲，如果说没有，就是说下面没东西的话，它会往下掉，那你赶快卡到这个位置的话，你下面的东西就可以用你的那个帽子给打掉了。这样子，哦，那收集满3个红电池或者蓝电池，就会有一些这个额外的一些小小东西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算是舒压的游戏吧。好，赶快卡过来啊！太快了，太快了。它那个东西掉下来的话，我如果说卡在它前面的话。我可以用我的帽子顶住，现在好像不能卡这样子，像这样子赶快卡过来，奇怪，我刚刚是不是没有赶快按，像这样子的话，我光是这几个路我就浪费了很多锤子哦。好，继续往下走吧，反正目标就是赶快走到下面啊，像这是已经凑好三个蓝电池了，所以就可以等看它掉什么下来啊！这是烂东西啊！这是什么寻找宝石的啊？这可拿可不拿啊！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好，先拿完，好，再走过来。我觉得宝石雷达没有什么用哦。啊，直接下去了。啊，红车子的话掉的都是一些宝石。但它那个宝石如果是掉到方块上的话，它可以帮你把这个路给清掉。哇，没有清到路哦。OK， 好吧，那就先这样子咯，拜拜。好，这个每次玩都要玩一次 bonus game 哈。反正最大奖是5000点券，有没有机会呢？啊，这个其实我觉得也不用抓。也不用抓什么时机点了、啊，这就运气了、啊。500，不错，又500。
欸，那这样子已经值得哦，2000哎，啊2500哎，哎、欸，中了中了中了，哎、欸，这是大奖哎，哎、欸，中了中了中了，这个是，哦，哇，哎、欸，是十点宝物，哎、欸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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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7500，可是，哎、欸，不要不要，不用刷了不用，哎、欸。这样是750张啦，因为它是十个嘛，中最大奖了。这样慢啊！哇，等，我可以直接存里面啊。这可以直接存里面的。对。啊、好，哇，那来不及嘞，算了，已经印出来了。这怎么设定？来不及了，那等他印出来吧。哇，中大奖了！哇，超爽的！哇，如果这是澳门该有多好！哦，彩哇，这彩票出票太慢了吧？7500分就是750张彩票，没败哦，没败哦，算是大奖了，算是大奖了。哇！印的也太慢了吧！哦，真的很舒压哦。好，然后但是呢，搞笑的是我还要自己再移动这个老鼠，把这个宝石剩下的宝石给吃光光。好，点点点。哇，这边还有个大锤子碎哦。不用再给我那个投币了。OK， 好，那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阿天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哦，哇，又有好多这个东西哦。好，我把这个剩下这个41用完，就不玩了。好，拜拜。啊，bonus原本是5000，然后因为我已经中大奖，所以他要从1000开始累积。好，拜拜。然后彩票还没出完，这个出到彩票不够的话，我要去找服务人员了，彩票代读。好，这个出太多了哈，满满的彩票 ，OK。好，投五个，对，投五个。好，再投，没有投五个，三个，你就投五个就对了，因为三个一次，五个两次，这是第二个，好，第三个，第四个，好，来，爸爸讲。哇，可是我夹不夹得到是个问题耶。哎，你不要按啊！我还在瞄，哎，好像有点希望哎，有点像哎，啊，没有，天啊，怎么感觉好像没什么力气？不要投了，还有一次，你们想要吃冰啊？哎，怎么没了？我投五个啊。哎，不对啊，另一头五个啦、啊。哎，奇怪。哎，不要投了，这好像吃钱了。不要投了。他应该有两次机会啊，怎么才一次？啊，钱就这样子没了。好了，不要玩这个。我们等一下自己买冰好了。他是三个一次，五个两次。你投几个？好，那你有两次机会 ，moment pick 的，这很难呢，我好像从来没有夹到过。可以吗？哎呦，没有什么力气耶，你应该还有一次机会。
刚还有一次机会了，不然就是吃钱了，往上推。有，哎，这个就有很奇怪，怎么刚刚滴滴那个没有？哎，滴滴少投一个、啊。加油加油，吃冰淇淋啊！小朋友不要吃那么多冰啊，我夹到再说。我好像我、哦、没有，算了算了，不要玩这个，不要玩这个，等一下我们自己去买就好了。小朋友钓鱼。OK， 拜拜。但是我连一个都没有啊。吵架了，拜拜。女儿很难过，因为玩马里奥赛车都碰到宕机的状况。这你刚刚抓到的，哇，好厉害哦！那你等一下，你玩这一排啦，不要再玩这一排，这台宕机了。宕机了啦！你等一下玩这一排啦，你等一下玩这一排啦。哦，可怜哦，刚在那边哭。马里奥赛车。你猜什么？一百个。一个红色，一个绿色，是不是？红色跟绿色，哇，又是两个蓝色，没有中，疯狂弹球，这是博弈游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博弈从小开始。哎，这不要玩太多啦，这可以玩很久。好。